我觉得光这袖子我真的是爱不释手，中间穿起来是冰凉的，放心，不是热的那种针织，摸起来就是冰的了。手袖的部分它是走这种压折，完全不需要整趟的压折蓬袖，然后呢透纱透肤，保证冰凉。中间的位置呢它是走这种螺纹的线条，来放出来它依然不紧绷，来弹力，一边可以穿两个我，所以呢 SML XL 的粉丝都可以轻松的驾驭，而且你看完全端端，完全冰凉，完全不会粘在各位的身上，非常非常好穿，有没有？从后面看起来也是腰身十足，但却没有任何一点的紧身哦。手袖这边还帮你收紧这个非常非常弹力的缩口。那如果呢，你看哦，你想要做短蓬袖的话，你看这样也很可爱。白色，请你穿白色的小可爱，完全怎样？没有紧，紧在哪？勒在哪？完全没有，完全不可能。好，所以呢各位完全不用担心哦，这个白色你看镜头照得这么清楚了，你怕紧的怕热的怕什么的，这件真的完全没有这个问题。